鲁。二十九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郝天、赵小亮。三十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陈双友、李建国。三十一号台裁判员王雪儿，运动员美国选手希娜、瓦利萨德、朝鲁门格日乐。TV 台裁判员张毅，记录裁判员郑晨晨、刘宇，运动员戴勇、张太义。现在比赛开始，请双眼中途开始选择权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戴勇获得开始选择权。欢迎收看三胖蛋大瓜子乔氏杯2024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巴彦淖尔站的 TV 台现场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庆勇。这场比赛是由画面左边戴勇对阵画面右边张太义。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是单败淘汰，比赛限时100分钟，抢9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戴勇开球。右边中带四号扎进，啊，白球在左上，上方两边都有的打。左边花色，右边单色有一颗红三。好，直接来看花色。已经过来顶了一下六，那这个位置的十，哎，有点不太好出杆啊。而且这角度还有点大，右边中带白球，犯规，这球蹭到包边吊带犯规了，自由球。自由球，上手下方打进。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左边的七，角度合适就推过来啊。这球主要就是打七要避开这个九号。感觉上这个球还不是说一个比较直或者一点点向下，对，这球还不是，强行的用左塞修正了一下，二号还有的打。好，稍立点杆尾，中高杆右边啊，蹬边库往上走。
还要拼准度。下方没有打进，六号上方 K 了一下。那么这个位置来看啊，十号左边中带是有的。先看下方的十一，好打进，左边顶了一下，再把九打了。继续啊，稍推一点点左侧高杆吃库向上，然后左下方还可以交位。再推。看这角度还是向右的角度，目前来看十号就是右上跟左中这两个带口发力的高杆啊，右上方很明显的一个右塞，上方底带再准一杆，可以稍带一些左塞低杆啊，横抬起叫八中带。第一组戴永胜总分1-0，谢谢。第二局，张太医开球。中带有球扎进，这白球位置呢在开球线右边的末端位置。左边先来看一下选球单侧的话，有二号跟黄一，来看上方这个黄衣啊，角度继续右边下来，奔着黑八这边去带了一下，
下方五号底的还有。看看这个角度。上来之后角度还是有点尴尬啊。七向下，三向上。再看看白球，好，吃库再上来。那叫到这儿的话，立杆尾低杆右上，八号打右下。看一下准度。第二次刚才一胜，比分1-1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第三局戴勇开球。中带有球炸进。这个位置的白球右上方有一颗石，10秒延时。右上十号，薄金杆白球啊，钻缝隙过来。12稍稍有点够啊，加上靶。稍稍的带点低杆。没有问题，好，左边中带再来，九号刚好是有角度的，正常中杆直接往下走，这里边主要就看看下方11的校位。拿14再调一杆，继续啊，看这位置15并不是很直。这杆看看白球，
轻轻顶到，那就低杆直接八号右中。第三局带有胜比分2-1，开局精彩。第四局张太义开球，右中炸进啊，这杆白球呢在左下。那么右边的花色，好，再来15打进，可以的话就尽量的先去调11，这个位置的11号是不需要留下的，上方球足够叫这个8号了，叫八左中左下都是可以的。好，登上来，右塞低杆，两库上去。白球。这球很悬啊，那中带这边拿10再调一杆，再来，要看中带的角度啊，调一个上方两边的底带，往前推一点点就可以留个斜向的13，继续从右边吃库，再去叫14，好，准度选一颗。还是13啊，中低杆，白球，再看这杆啊，左上方，准度，白球，中带还有的薄，第四局张太义胜比分2-2，开球精彩，谢谢。
第五局，戴勇开球。继续，右边的中袋扎进，右上方有一颗花色十一。这个位置啊，两边都有的打。双方花色选一颗，打直一用十二下来，争取直接就奔着十四、十号、十五这个位置来啊。这个三颗左下方底带是够的。好，十一，从右边走，稍稍的带一点点中杆的右塞，中间主要就是避开这个七。蹭到一点点，还有的打，最好是先把十打了，十四左边是没问题的，把十打完之后，这十五两边你得非常灵活，对，然后再来干法低点，轻点向上，十四还有，这里看看左边十三的教位，最好能调到缝隙里，一五之间，从右向左去薄。底带，第五局戴勇胜，比分三比二，戴军胜台，谢谢。第六局，张太一开球。继续啊，有球扎进。这个白球位置单色比较好上手。上半台单色非常多，先看一下上手，单色，
红一看白球调了一杆四，这就要看看角度。直持向上的话继续往左上叫，够不到架杆，然后第一杆向上，双方再打一颗，左上这个红三角度还有点偏向画面左边啊，看看六有没有想法，还是左上，这白球尽量不要靠库，再来右边下来啊，同样是右边中带吃库往下走，这个位置稍带点中低杆的右塞就可以了。六十，大盘一胜，比分3-3，开球清台。注重打杆，选奥斯本兹。第七局，戴勇开球。有球炸进，看白球下方左边有一颗六，十秒，延时。选球，选了一个花色。中台这边11打进右边，再来看啊，这个15跟13都是有的，而且13左边底带也有。我们这个看看想法，打15是支持你去吃库向上去顶9的，这个9呢不 K 的情况下，左中是有的，它并没有被挡住啊，看这点，那是再调一杆
火中有角度。上方继续啊，十四推两库啊，条线在画面的右上角啊，下方这个花色。再看准度，没问题。第七局戴永胜比分4-3，开局进来，谢谢。第八局，张太医开球。继续啊，中段还是有球扎进，看看这白球，有点贴四。看看左边这个位置，还有右中，贴的比较近啊，不好选，扎杆。10秒。好，打到，又贴到，又贴到的话，下方11没法打了。贴球。这杆来看看想法，右边是中带没法打的，想传就要很大很大的力量才可以。嗯，要传一杆，但是没效果。好，下来之后呢，直接漏了一个红三的右中。嗯，这杆球呢，看想法。右中可以打进，红三打完之后呢，下方直接25向上，好，留角度，轻推，留5向上的角度。看这点位啊，46的右上是都有的。
在右侧吃两库的话，这个高杆就不需要很高啊。延时。好，从画面右边过来，顶到花色。啊，这就有点麻烦了。直接打不好打，可以跳。跳球，中袋跳进。再来，好，继续啊。这杆看看白球想法，右中跟下方底带都是够的，他这个球白球是向右上的，对，轻点进，下方再准一杆。八战胜比分第三，谢谢。第九局，戴勇开球。中段还是有球炸进，这杆的位置不好，花色。下方十二还有的打。正常这个位置啊，中杆往左边稍微横一点点，十号这边和下方底带就有，主要就看看准度。选了十，要推顶，后了。
再来看一下单色。二号球大力的 K 了一杆，效果不算好，中队这边还要再打。左上直接打不好打，拿黄衣再挑一杆啊，继续的中杆轻推弹起，然后上方红三，这个白球位置左下啊，稍稍推一点点，看白球太轻了，这个位置的四右下角会有点薄，角度有点大。犯规，自由球。这位置呢，可以摆一杆十二号。再来，把十打了，让个袋口。继续十三、十四向上。还有角度啊，第九局戴勇胜，比分6-3，官方暂停5分钟，5分钟未到，二副一局。乔氏金腿比赛神器提醒您，精彩比赛马上开始。夺荣耀，用天耀球杆化一切为可能。注重打杆，选奥斯本兹。
趁手的兵器借老夫一用。此杆甚好。哎呀，当天化戟，长玉在手，好球就有。果然是好根儿，能打好球啊！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，正红胶边均匀回弹，铸就一流打杆，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，制造好球桌，胶边选正红。中式台球俗称黑八，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，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。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。伟力品牌始创于2002年，是世界著名台球杆品牌，致力于潜心研发全新球杆产品，种类众多，打杆优越。威力，释放你的威力。三节束比赛继续，第十局张太一开球。下方一打一 K， 左边还有。再勾到，再勾到右中还有一颗12号，八在上半台，下方不需要留，把12跟10打了。上去之后呢，拿14跟15去调就可以了。看这杆啊，不强求就留在这个4号跟7的缝隙之间啊，有想法就可以走一个大方向往上走。两库，好，上来看白球，选一颗。继续啊，第十局张太一胜，比分4-6，开球清台，谢谢。第11局，戴勇开球。
中的还是有球炸进啊，这杆白球呢在球台中央附近，下方是没法打的，要看看上面。中间这颗十一很麻烦啊，挡了下边很多球的进攻。十秒，延时。白球撞到八，没有防住。花色现在呢，右上方有一颗啊。花色选到。这个点位的话，左下应该十二还比较直，看看想法。再调一杆 K 到八，这球杆法不够啊。那还有的打，右边还有的打，打中带是刚好可以顶五。有这球，再看左中网十二。那还有再推上去，推上去刚好十四右下。右下的来十四啊，看看角度。继续。上方再准一杆，第十一局张太一胜，比分五比六。谢谢。第十二局，张太一开球。
右边中带炸进，看这个白球，左边三颗单色，但下方两颗有点互挡。三五之间有点咬，那么右边的话有一颗花色。十秒。延时选球，花色。好，这个位置来看看呀，有把握的话这个球是可以考虑直接推下来的，推下来之后呢可以去自然交到下方的十号。横了一杆，横了一杆之后左边两颗角度都非常大，再调，再推两库，然后再把十三打了，用九这边呢去顶下黄一叫十。继续轻打向上，反向的底带，第十二局将他一胜，比分6-6，开球轻财。第十三局，戴勇开球。犯规。白球，吊带犯规。上手先后自由，右边中带五号球。这盘局面炸得相当好。左边再来，把黄一打了，七打了，向上，然后继续那二底带六，再往上走，
上方刚好三四，八右中是没问题的。有角度啊，杆法稍低点，七叫二。直接先上来，上来变成三四九二，二九六，六九八，那就再调一杆啊。杆法低一点，往回缩一点点。三比，上台一胜，比分七比六，谢谢。第十四局，张太义开球。中段啊，继续黄一扎进，右边有一颗十一，花色右边推过来，打花色可以直接考虑把右边下方的十四交到，一杆准度。还是调了一杆，看白球再过来。十二还有，那尽量叫一个右边的中带啊，叫的稍微直一点，然后用右边中带呢推到边库的位置，去解决右边半铁库那颗的难度。顶一下。顶一下之后呢，左边有九号球，看这位置可以下杆法，低杆我会缩一点点，十三往右边推。看一下角度，观察这失误。比赛时间也过半，这杆球要很准，然后低杆回来。看方向，
准一杆，啊，稍微带点中低杆往左上方走，把直角的稍微直一点，然后低杆往回缩一点点，右下黑八。8:6，泰囧星台。15局，戴勇开球。中袋扎进，看白球位置，下方有颗红三。右下方再来看看57，好，一打一 K。这位置来看看想法，可以把5打了，不好向下的话就直接上去先把64打了，有点角度，上方4不要较直。没有问题，再来看7交位啊。白球可以，中带叫的非常好，往右边推，把2号叫的稍微直一点，再往下一蹬，右下方黄1。7:8，泰囧星台。谢谢。超级蓝钻皮头大师版，采用进口头层水牛皮，韧性好，弹性持久，颗颗精选，粒粒碾压，严格质检，世界职业球员必用的皮头，超级蓝钻，祝您夺冠。16局，张太义开球。
继续啊，中段有球扎进。选球，右边有一颗七，二跟九这边左下还不太好打，要看后面的处理。红三不直，好，轻推一杆。这个位置来看啊，下方四解决二的问题。还在看这个左下，不够的话最好是稍稍推一点右塞啊，上库一勾 K 到二号右边的薄边，然后最起码右边有五，好，蹭到包边没问题。第一杆往回送二号，五向上角度一推，然后六号打进中带之后呢，八号同样中带还可以打。继续。球走的有点多啊，看白球，你再看啊，如果 K 的话，这个效果和方向 K 的位置，十秒，最好顶到十五，小低杆，蹭了个薄边。单败淘汰的比赛，那戴勇遗憾被淘汰掉，再次恭喜张太义。下场比赛在晚上的18:40，晚上见。